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穷电影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穷电影，我是穷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。听说小伙伴喜欢看一些比较给力的电影，所以今天我们来说一部脑洞非常非常大的电影，叫《空保出拳》。也感谢小伙伴的推荐。故事要从一个贫贱的夜里说起，一伙不明人士冲进茅草屋，准备刺杀这一家子。一开始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，直到那个刺杀的主角现身，就是还在嗷嗷待哺的小男孩，我才明白原来这是传说中的天选之子。不过刺客似乎有点蠢萌，竟然对这个孩子束手无策，这小小年纪就拥有了卓越的天赋。虽说小男孩逃过了一劫，可他的家人都被坏人给害死了。这还不是最夸张的，最夸张的是他逃了出去，沿途爬不慎掉入到悬崖下。我以为路过的妇人会救他，想不到顺手把他直接往另外一边悬崖丢去，这个好像有点不对啊。多年后，这个孩子长大成人，但你说你的父母是中国人，你怎么变成了外国人？难道是捡的吗？但这似乎也不是电影的重点。这些年他一直想要报仇，也一直在寻找着伤害自己家人的凶手，所以他到处挑战，当然也有不少人追杀他。不过这些年天选之人的天赋慢慢展现出来，他也越来越强大。只不过男主并不知道自己最强大的其实是嘴巴内的舌头，平时他也只是借用一些外围的工具去灭杀敌人，比如地鼠做的双截棍，这个套路也没谁了。反正这部电影类似的剧情还有很多很多。打退敌人之后，男主想这样是不行的，这样的话我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的仇人，所以他去找了武林中威名赫赫的唐大师，希望能够拜他为师，也从唐大师这里知道他的仇人极有可能是那名苦大师，因为苦大师不希望有人比他强，这些年也是霸道惯了。谭大师也想起了曾经和好友的对话，他们当时聊过关于男主这位救世主的出现，不过你们是怎么预言的？而且谭大师还有点费脑，至于那位漂亮的师妹林则有点奇怪，似乎还会摄于我们的男主。也在谭大师这里，男主努力地锻炼自己的记忆，希望能够尽快的出师，然后找到仇人报仇。这段时间也有不少师兄弟看不惯他，想要挑战这个天选之子，那不是找不自在吗？其实他们找麻烦并不是为了争夺最强称号啥的，而是为了借着小师妹。某日师兄弟在比斗的时候，某个师弟来通知说苦大师来到了小镇上，还去见了镇长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男主急忙赶去，甚至还和师父他们凑到了一桌。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苦大师，不过这个苦大师有点彪，表示大家都喜欢叫我坏蛋，我不喜欢这个名字，所以以后你们最好叫我贝蒂。我也不知道是字幕的原因还是这部电影就是这么搞，一个大 boss 的名字竟然这么有喜感。实际上这个苦大师并没有那么强悍，在面对无数乱棍敲打的时候，脚还是受了点伤。也为了打败这个强大的敌人，男主让师兄弟们用同样的方式打自己，哪成想虽然自己是天选之子，却被打得够呛。师兄弟还说他没有喊停，我们是不能停的，所以直到男主晕倒后依旧被打了很久。夜里当他醒来，出现了一个造型有点雷人的女子叫华，她告诉男主想要打败苦大师必须利用自己的舌头。男主有点不明所以，谭大师也知道苦大师在找天选之子，所以他来到了这边踢馆。但你说你还有费劳怎么是苦大师的对手呢？我猜想或许他只是想要试探苦大师的深浅。此时的男主想要去找苦大师，不管林师妹怎么劝都没有用，最后只能告诉他苦大师在瀑布边上，他需要穿越那座山才能看到。但苦大师有一个很厉害的保镖，那就是奶牛。我当时以为是翻译错了，当我真正看到奶牛的时候，三观再次被刷新了。好厉害的奶牛，一开始把男主打得满地找牙，甚至还用牛奶喷他，但男主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放弃？反正这段真的相当的恶搞，最终奶牛也被他给榨干了。虽说男主找到了苦大师，但苦大师还是技高一筹，如果不是那个神秘的老人出现，估计男主就要被打死了。而这个老人其实就是林的父亲，谭大师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。两个人最早就知道会有一个救世主来到这里，怎么知道的你别猜，我也不清楚，因为电影就是这么强行给你带过去的。而这个老人没多久就死了，不是受伤太严重了，而是谭大师的包扎方式太诡异了，活生生的把别人给疼死了。夜里师妹来找男主，两个人培养了一伙感情，不知不觉男主睡了过去，梦见了木修法上，他告诉男主你最强的能力是舌头，你要好好的发掘，不然你无法战胜你的对手。可惜男主还没有研究出舌头的秘密，苦大师就打上门来，不仅杀害了很多师兄弟，还追着师妹不放。当男主回来后，发现受伤的师妹、师父还有那条狗，反复多次的在这三者中跑来跑去。实际上他们都没有真的死，但想要战胜苦大师，必须将他身上的锥形物给摘掉，不然根本无法晋升。所以男主不断的苦练，即使手弄伤了都没有什么用。师妹也非常心疼男主，因为他练的手都没有知觉了。为了刺激男主，师妹用柠檬汁、盐巴撒在伤口上。
了。还有水银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最终男主慢慢的恢复了知觉，也在师妹的鼓励下，男主不放弃，终于成功的摘下了锥形物体。但苦大师不可能一动不动的，而且这名苦大师似乎还和外星人有联系。但翻译怎么是法国人？这是什么梗？我已经有点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套路了。最终男主和苦大师大战，他邀请了小松鼠来帮自己。虽然苦大师被打退了，但外面无数的飞船来到了这里，还修复了苦大师身上的伤口，情况非常的紧急。如果不是最后一刻男主想到了自己的舌头，并用出了必杀技，估计他这个天选之子就要死在这里。原来必杀技就是超长的舌头，飞船都被吓走了。苦大师的结局不用想也知道。看完这部电影，我的感想只有一个：为什么能这么搞呢？看得我那是一愣一愣的。不过还别说，挺好看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